七年前他杀死我爸妈，现在还要对付小希，我希望能够替小希完成当保镖的梦想。徐茹是他的心血，我决定接手徐茹。如果你真的要当保镖的话，就必须接受徐茹的内功训练。那个黑衣人的人到底是谁？他为什么要对付我妹妹？这是徐茹有史以来为神职最高的任务。 真正可怕的人，会让你知道你得罪了他，而是会在暗地里对付你。年度动作强片，《Shiro》， 6月12号起，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，8频道。 从6月12号起，你可以上 MeWatch 免费随心选看《Shiro》。